没有，没在那搞的。你哪里来的？哦呦，我这个帮人家做装修，不是偷的。啊？不是偷的，哪么来的？还我？你帮人家装修啊？看有一两块好的金戈表。哦，这个上海牌的。你不管，你不要管了，你好用的，你能拍用的你拿。这个什么也不知道，人家送给你的、啊。对，出去了，东西还是偷来，个偷来偷来，个装表偷有啥用呢？还能翻修啊？南路就。哦，这还有个欧米茄、哦。这个还有个劳力士哦，嗯，有两三块，人家看过了。你这个卖不是你本人的，你怎么卖啊？是我是自己的。是你自己的？嗨，我都放到宿舍里面，半年多了。放了半年多，人家不是送给你的吗？送给我的，我没上次那个有你那他不要，后来我就到那个董家渡那一家了，他说他出的少，我就没卖给他。那差不多吧，我就给你。这无所谓的，你是货，我们也不是货，受不了哎，啊，受不了，不要啊，对，受不了，对对对，是啊，你怕我是来路不明是吧？嗯，受不了，是怕来路不明是不是？不是，受不了就是受不了，受不了是吗？嗯嗯，是不是怕来路不明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对对，啊，不是偷的，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是看人家那个拆迁装修的，啊，搭过楼，啊，他不要了，最后叫我处理的，好的好的，我说我要看看。能不能买几个小钱儿？好的，好的。香烟钱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不是偷的。嗯，好。他都不走了，都不是好的表，他还不可能给你。对对对。走的表不可能给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不要乱打。啊，再见啊，大叔，这十几块表啊，没有一个是真的，这个东西就直接跟他说收不了了，也不能问他要鉴定费吧。